由全国十家戏曲院团联合发起的重阳戏曲九九活动，24日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启动。活动以九九重阳，敬孝敬老，就陪他看一场戏为主题，旨在通过发动青年人在重阳节陪伴老人看戏来表达孝心，号召中青年陪伴父母走进剧场看戏，号召广大戏曲院团在重阳节前后开展重阳专题演出，号召广大媒体加入传播戏曲艺术的队伍中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